粵劇演員咧，除咗做戲，好多時咧仲可能參與其他戲班嘅工作崗位嘅喎。就好似我哋今日嘅嘉賓善庭咁樣啦。近年嚟咧，佢參與好多班政嘅工作。今日就等佢同大家分享更多啊！後生仔講心底，龍卻星今日請嚟嘅嘉賓就係善庭袁善庭啦。各位好，我係善庭。係啦，善庭咧大家都認識啦，因為佢喺煙藝學院之前就開始有演出啦，接住喺煙藝學院之後咧都係畢業成為一個職業嘅粵劇演員噶。到依家喺粵劇團裏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崗位嘅喎。善庭喺呢個疫情裏面，你都係不停咁工作啦。係啊，冇停過。因為疫情裏面咧，好多演出取消啊等等。咁除咗佢係一個職業演員之外咧，更加係一個班政裏面嘅重要角色啦，做好多唔同嘅劇團嘅經理啦。其實啊，喺學藝到依家啊，自己你都好熱愛粵劇。咁但係你又話啊，我又要為咗生活又要做唔同崗位嘅工作，點解呢樣嘢又要去取捨咧？咁要講翻而家即係個時勢問題嘅，咁的確我哋啱啱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比較多女反串出嚟做戲啦。咁大家都係差唔多上下高度嘅時候咧，咁可能會個發展可能會順暢啲。咁但係後屘會發現我始終個樣子比較可能係小朋友啲啦，啲人覺得我出嚟做親咧長安君啊、哪吒啊嗰啲咧嘅時候，咁可能會覺得前路係有少少迷茫嘅。咁後屘就亦都後來而家多咗好多男仔，真男仔出嚟做啦。咁喺呢個時候，我覺得都可以會係可以選擇一下先退落嚟做下其他嘢先。咁雖然我而家係做緊一個劇團經理嘅模式啦，咁但係我都仍然係喺呢個戲班裏面嘅，即我仍然係做緊呢個行業。咁我間唔中都仲會做戲，咁所以喺呢個取捨嘅嚟講，一開始都係幾難嘅，因為頭一年啱啱開始疫情前一年。就係咁啱嗰陣時候咧，就係我本身仲接緊儀式嘅，咁嗰陣啱啱開始接咗班證，開始做學啦。咁當時其實真係其實頗辛苦啊，因為好多嘢都唔識啦，例如場地文件啦、飛板啦、分飛啦咁等等，其實好多嘢都係好初入門嘅。嗰段時間係覺得啊，點解我要咁辛苦呢？咁不過我覺得係一個學習嚟嘅咯。咁直至到啱啱提起啦，疫情話哎呀好多嘢做，係真係多咗好多嘢做嘅。啱啱就係嗰年我就決定我暫時放低唔做住演員先，即係我會間唔止做下折子戲嗰啲，咁但我唔做一個全職班裡面嘅儀式，唔接住，咁就做班證。咁咧做嘅時候就啱啱遇上疫情，疫情就係取消、取消同取消。咁取消嘅同時，啲班主都會想補期、補期、補期。喺呢個期間裡面就不停取消通知人，我哋要取消啦，跟住即刻度個期去揾期。喺呢段期間裡面反反覆覆退飛，退完呢個飛又退第二日飛咁樣，退完飛仲要計數，仲要俾翻即係揾老細攞翻啲錢，攞完啲錢即係計翻條數話俾你聽，我哋呢一個演出蝕咗幾多錢，好多嘢，其實多咗呢啲嘢做咯。同埋其實多咗工作，但係收入咧一定係少嘅。點解咧？因為我哋日薪噶嘛，即係你有開羅股，我哋係計嗰日羅股，每個崗位都係計嗰日嘅日薪。係啊，係我哋計日薪。咁變咗啊，如果你話做咁多功夫，都係睇翻個劇團個班主啊，有冇咁嘅資源俾翻個人工你啫喎，真係未必有嘅。係，即係規矩上真係未必有嘅喎，即係做得個做字啫。係不停做，不停做，不停做。係啊，咁其實做演員同埋做幕後崗位咧，真係兩個唔同層面，兩個唔同嘅壓力。所以依家你又明白到以前你做演員嗰種幸福。係啊，而家調翻轉頭，即係做演員嘅時候真係好幸福，因為淨係排戲、睇曲、做戲、練功，可能就係呢幾樣。但係而家就會係再多咗，就係我要做行政，而呢個行政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會係演出前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做，係演出前一年前就已經要開始籌備。一年裡面是無間斷咁，中間是不停做緊其他嘢，例如同場地去講嗰啲票。票板，我哋講嘅票板，即係可以幾個月前就開始要做定，咁就會多咗嗰啲功夫咯。係啊，仲有其他約人去排戲啊，跟住度期去點樣行位講戲啊，跟住有啲膳食啊，係啊，總之一個劇團裡面
要運作的嘢都關你事，經永遠都要經過你啊嘛，經過你就係要你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啊，做演員其實佢哋嘅壓力同埋你哋嘅依家嘅壓力又唔同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如果俾我要做演員又兼住呢樣嘢，又非即係壓力係相配嘅咯。係啊，冇錯。咁嚟緊你有嘅演出，你點樣去舒緩呢種壓力？首先搞演出係一件其實好開心嘅事嚟嘅。咁因為之前有試過搞演出嘅，我做過一次《紅樓夢》啊，嗰陣時係由明哥去幫我去做啲行政，嗰陣時我完全未接觸。但係到今次嘅時候，我都覺得既然我自己都全職做咗呢樣嘢，咁不如我自己試下真係籌備由頭到尾一次，自己籌備一次啦。咁喺過程當中係有辛苦嘅，咁但係就多得身邊一班嘅好友兄弟姊妹真係好幫忙。我基本上舉之其出嚟，大家就一呼百應，甚至好主動話啊，你有冇啲嘢需要我幫忙啊？我可以幫你做㗎。你演出嗰日唔好做咁多嘢啦，咁樣咁首先呢樣嘢真係好感激各位，同埋身邊嘅朋友都好支持嘅。通常因為我其實係一個好少會主動叫人哋啊，你嚟睇我啦咁樣，我會通常就話多謝支持，多謝支持咁樣嘅啫。咁但係今次嘅時候，在很多方面就會有些壓力的，其實不是錢都是一個問題，但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搞一個演出無非都是想多些人來看戲。咁哪怕即我都成日講話唔好買貴飛添啊！你嚟支持我已經係好感動噶啦，咁都託賴嘅。咁暫時嚟講咧，身邊嘅朋友都係話齋，我叫親佢都基本上會嚟支持我咯。咁啊非常之好，因為呢啲咧叫積係積翻嚟嘅。即平時你乖，人哋知道你啊，既然你有演出啦，咁啊難得你又開到聲，咁啊梗係要支持啦。甚至話啊，你不用擔心啲乜嘢乜嘢噶，我可以幫你啲乜嘢乜嘢噶。係啊，即係好多人係伸出援手，睇呢件事我真係好感動。所以第一咧，你嫁嗰陣時咧，應該即係大排筵席嘅會。係啊，係啊，即係大家請假都會嚟。成你貴宴啦。咁所以咧，唔使擔心嘅，就算你聽日嫁都唔使擔心嘅，係總會有好多人嚟請假嚟啊！真係好啊，係大家準備啊！或者好似阿黃寶圈咁分兩日假咯。哦，可能要喎。係啊，要啦，你可能三日咯。分開唔同部門去請。畫報一日，衣集商一日，演員一日咁樣。可能要好多日，講笑。啊，總之咧，開心就最重要嘅。咁其實咧喺粵劇行裏面咧，無論你喺邊個崗位，都是服務緊粵劇，貢獻緊粵劇，都是叫從業啦。其實你對呢行都不離不棄。不離不棄。到你在畢業之後都冇轉過行。冇，一直都冇轉過行。只不過可能中間會曾經會去有做過教學，但係所謂的教學都是講緊係戲曲粵劇咯。所以我係冇離開過嘅。咁你又唔會走去教英文、中文噶嘛？哦，冇咁叻。畫畫噶嘛？冇咁叻。你見過畫畫你又驚？因為你細細個就即係受訓啦，跟貝爾明老師咁學好多唔同嘅戲曲上面嘅知識啊，即係功底你就唔錯嘅。即係見到你即係啲新手咧係敏捷嘅。以前嘅基本功係老師教得好，打嘅底子好，所以可以到而家都仲有 keep 住。係啊，即係你可能依家即係整個吊毛都得。哇！唔得唔得，呢個你哋嘅嘢我唔得噶，我驚啊！譬如你嚟緊有個三歲困牛沙啦，10月31日喺高山劇場。咁我以前見阿德哥啊、田哥啊、阿成哥佢哋做咧，嗰1997年好似。好耐之前，佢哋真係掉毛嗰三個，冇掉毛啊嘛，有啊，有掉毛咩？有，我有睇噶嗰時，第一次睇已經好中意呢套戲啦。係啊，喺演藝做噶，有噶，好勁噶佢哋，我覺得咁勁嘅，係啊，啲勁嘅掉毛留翻俾啲後生嘅做啊。咁你有乜嘢喺裏面可以透露下俾我哋？預告一下有咩特別？透露我透露嘅係我擺咗好多心思喺呢套戲度嘅。咁其實之前做過一次噶啦。咁之前係由阿 Alan 譚詠麟咧，咁佢邀請過我做過一次。咁亦都係同嘉明姐同 Alan 呢個組合一起做嘅。咁喺再
再次重演的情況之下，會對這套戲的認知會多了一些、可能演繹模式上面都可能會有些不同、如果大家一入場來看的話，如果你對上都有對上一次都有來看的話、應該會看到有分別的、如果對上沒有來看的話，今次來看吧，今次都會有驚喜的驚喜是什麼？好驚又喜啦、有沒有派禮物啦、那些沒有沒有沒有，即是給一些心意大家，就是我即是演員的準備啦、即是見你的海報設計上面即已經是有些心意、心思，不是那麼隨便，而且是即自己是想有個心願，就是、我喜歡這個戲、跟大家分享，還有我都標榜了、將海報不會是兩個大頭三個大頭做的事，因為這一套戲是一個整體，包括其他人，即可能是只有六柱這樣啦，但是六柱之外還有很多其他二線的演員，這一套戲呢其實很多人都開聲，亦很多人會有很多不同的場合，其實我佔的場次都不是說我做了那麼多場的、即還有好像比如、任丹峰啦、他雖然他的角色開山的時候未必可能是六柱、但我們今次都會、當這件事情當他也是一個六柱去演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其實是很難得的，因為你在、一個劇團或者一個劇團裡面的崗位、即是台柱、二線、三線這樣大家分得很清楚，即是他們已經 是一線的、都可以願意一起、好沒問題做這個戲、是做那個角色，是真的很感動，是真的一種愛來的，是啊愛啊，是啊愛啊所以你第一都是那句你結婚的時候應該很有愛是啊咁啊，系咯。除咗演出之外，其實你覺得啊，依家搞一個演出，自己啊又要做戲，又要搞裡面統籌嘅工作，係咪好痛苦？係痛苦嘅，但係痛苦得嚟都係開心嘅。即係你每日見住個票房，哎呀，有人買飛啦，有人買飛啦。係咁啊，係呢個係其中一樣啦。咁其次就係會諗到，哦，我真係做完嗰刻之後，嗰個滿足感係會好高嘅，因為真係由頭到尾一手一腳，所有嘢都係自己搞嘅嘅時候，個感覺會唔同咯。同人哋請我，淨係自己我專心去做戲係兩回事嚟嘅。係咯，將來你結咗婚有兒有女嗰陣時，點解要成日結果結婚嘅？咁你會嫁噶嘛？即係你會嫁噶嘛？即係我成日都好羨慕嗰啲女人咧，可以嫁啦，可以大肚啦，跟住可以生出嚟，可以教養佢哋啦。即係呢個過程係好幸福噶嘛？係嘛？即係等於我自己搞個演出出嚟，跟住可以順利演出，跟住演出完。咁、我承認做完呢套戲之後，就等於生咗個仔一樣。係啦，係咁嘅感覺。我承認。即係咁嘅感覺咯。即係我好似我冇得生噶嘛，咁所以我就可以即係感受到個過程，跟住生住出嚟，跟住嗰個產品，跟住啲觀眾話翻佢你有咩改善啊？我你個仔好靚仔啊！咁樣係啊，咁樣通常係賺多過彈嘅嚇，因為咧人哋唔想 hurt 我啊嘛。都唔係㗎，都會有啲人講嘅。唔係，我都中意聽真實嘅説話嘅批評嘅。係。咁俾我好大嘅警惕就係、下次一啲嘢唔好犯，呢啲嘢要注意咁樣，下次就真係做好啲。從錯誤中成長。係啊，因為我哋始終係要有個責任感，就係買一張飛出嚟。觀眾嚟睇，佢要錢啦、時間啦、交通啦、食飯啦，都乜都係價值噶嘛。所以我哋希望可以能夠滿足到佢哋呢個心意咯。係啊，咁到你依家做一啲頒證嘅工作，到依家其實都叫做熟習咗呢個工作模式啦。第三年踏入咗第三年。咁有冇啲唔開心嘅經歷嘅其實？有啊，其實。中間不斷都會有啲唔開心嘅，咁但係睇下自己點樣去緩和嘅啫。咁其實我覺得我個人嚟講咧，EQ 都比較算高㗎啦，都忍受能力都算高㗎啦，即係都好少真係指住人嚟鬧嘅，比較少。咁但係即係可能分享一下啦，一開始嘅時候辛苦係乜嘢呢？就係會係覺得不停俾人催我交嘢，不停喺度催，但係我會有陣時會覺得嗰啲嘢其實唔使咁急住做嘅時候，就可能會嗰啲位就會
即係自己諗咯，究竟係咪真係要早啲做啊？點樣？但係其實做一做又冇好處嘅喎，有陣時做一做之後，我試過有個演出，我做曬所有嘅分得好靚仔，已經加埋去會堂，跟住突然間因為某啲事發生咗，佢成盤將我反轉咗件事嘅時候，我係諗緊，咁我之前浪費咗個時間嚟做乜嘢咧？咁所以而家可能會開始有少少呢啲會平衡翻少少，就係又唔需要太早，又唔好話太遲，中間慢慢做住先，就咁就會穩陣啲咯。其實即係有個時間表俾自己咧，話翻俾人聽啊。其實咧，你嗰樣嘢咧就幾時會交俾你嘅咧，唔好問我啦咁。咁就好啲咯。即係好似我你而家幫我做嗰啲節目咁，我都冇問你嘅。係啊，都嚇。咁但即係我都會焦急嘅。有時焦急嗰時咪問你一聲咯。咁啊，你話我知㗎啦，我會幾時俾你咁。咁起碼有個啊意識啊，我幾時會收到啲乜嘢嘅信息啊？係啊，咁大家咪會對你呢種專業。更加是敬佩或者是信任。现在去慢慢调整这件事。是啊，咁其实做完这次的三水困牛山啊，跟住之后接住有没有其他的演出想去筹备？心里面是有戏想再做的，咁我是想做帝女花的。因為帝女花其實做過一次，但係嗰次就係長平公主，唔會係咯，我做長平公主冇人睇㗎、啊。可能有咧，唔會。嗌黎耀威同你一起做。哦，我希望有機會啊。其實我做過一次嘅喺新加坡做，但係因為可能落鄉啦，我感受唔同嘅。我係好，其實我中意呢套戲，咁呢一套戲應該會會係下一套我會想做嘅戲。咁但係會做一套打戲嘅，咁嗰套會係之前做過一次嘅，就係《英烈劍中劍》。咁籌備一下先啦，做完今年呢一個之後，睇下有冇心力之後再搞啦。心力就我相信有嘅，不過就依家即係搞演出嗰個時勢咧，即係真係艱難啦。開場館嘅座位數目啦。跟住又擔心啊，疫情嘅進展係點啦？即係觀眾又有其他嘅娛樂喎，最慘，即係少咗觀眾入場睇戲，即係有時我哋都好被動。又盡量做咯，盡量做。即係既然喺呢個行業裏面，咪盡量即係叫做揾多啲機會俾自己啊，點樣去推廣啊，揾點樣揾觀眾啊，揾到觀眾睇下點樣揾資源啊。即係依家好彩就可以申請啲資助，係啦，好在有呢一樣。係啊，冇就其實都好艱難嘅搞演出。係啊，依家就真係經營困難，唔容易。即係每一樣嘢都係金錢。投資一定係唔會有咁快嘅回報。即係邊個劇團做演出係咁容易做咧？即係吃力嘅。係啊，同埋每個崗位都係收入同付出。個比例都係好難成正比啊，冇正比呢樣嘢嘅真係。其實冇嘅，其實好多行業都係好難平衡嘅。即係時間啊，都係付出嘅。除非一啲係啊，你自己好有經驗，坐到一啲崗位係人哋嗌你嚟做，咁就容易咯。預期行最貴嗰個都唔會話好似依家啊銀行經理咁高人工。係。咁所以都係艱難嘅。不過喜歡呢個行業嘅就。不怕艱難啦，咁其實你又可以幫咗好多人咯，即係呢個崗位喺做劇團嘅統籌啊、經理方面啊，幫到好多人解決問題啦，幫到好多人，令到佢哋有滿足感咯。係，咁亦都學到好多嘢嘅喺當中。嚇，同埋又即係近年都少咗人話去做經理呢個崗位，因為都係收入同付出唔成比例。唔成正比係。係，因為一年前去準備。到你攞到人工嗰時候，成年就係攞呢個人工。係啊，不過即係當然，你一個月裡面可能有有30場。係啊，咁咪可觀咯。佢比較好少少嘅就係佢冇撞期呢一回事咯，即係我真係哪怕撞兩邊演出嘅，我可以上半場去嗰邊，下半場去嗰邊。咁只要個老細話 OK， 你做到你啲嘢嘅話，咁我就冇存在撞期呢件事咯。係。但演員就唔得啦，演員就係一份就係一份咯。係。演員都可以走攬嘅，即係我上半場呢邊，下半場嗰邊，唔會咁搏咯。我都試過一次，上半場喺呢度唱支歌，下半場嗰度做個戲。不過就係好辛苦嘅，即係呢啲一次就夠啦，唔滯。狀態又 keep 得唔好。冇，完全冇狀態添。所以即係呢啲唔搏啊，即係唔好貪心。所以咧唔緊要嘅。總言之，我哋喺呢個粵劇行業裏面咧，繼續努力嚇，繼續去。幫呢個行業一起去
承托佢，巩固佢，趁自己后生啊嘛。会啊，即系你仲后生嘅话就做多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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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多啲就好噶啦。如果人哋揾你，咁你咪尽量去帮人咁样。会，亦都系人哋俾机会我，我先可以去做呢样嘢噶嘛。系咯，同埋依家你都系一个即系叫做喺下面仲有好多新人上紧嚟，咁你咪。可能同分享多啲經驗咯，會係啊，絕對會，或者見到一啲同你差唔多嘅經歷嘅人，咪鼓勵一下佢咯。嗯，唔緊要㗎，做美演咪跟我學嘢咯，做少啲你咯。又唔會，咁啊，中意做戲嘅其實當然要講翻生活先啦。如果能夠生活 cover 到嘅，我覺得要 keep 住係做呢樣嘅。如果我係因為我覺得睇前景上，我先至揀做埋呢個經理呢個位啫。係係啊。咁好嘅，其實即係我哋就唔同你哋女仔，你女仔其實就做演員就冇咁幸福。我哋男仔做演員咧，就啲觀眾比較中意，係會接受啲，接受啲係咯。係呢個時勢咁，而家係中意男仔多啲嘅。係不過過多十年就唔知啦。希望過多十年，大家男女都係依然平等，都係喜歡我哋咧。係嚇，今日後生仔講心底，非常之多謝善庭同我哋分享佢喺粵劇行業裡面嘅演員啦，同埋。做班正統籌的心路歷程嘅，好，我哋同觀眾講聲拜拜啦，拜拜，拜拜。練裝身除咗屋企練之外咧，即係台上你睇翻自己嘅相嘅不斷嘅改進，始終都係要搭上台板先有呢個實踐嘅機會。我覺得係啊，落鄉係又係好有人情味嘅，我覺得即係唔單止話我哋班裡面嘅兄弟會嗰幾人係好多時增進感情就係嗰段時間，嗯，有都係。